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金融民工吉胖子。咱们大家老开玩笑说我的老家是18线小县城，现在也多少多少万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因为咱们中国这个县城的房价啊，有高有低，差得挺远的。今天呢，胖子想把这个咱们中国最好的那一批县城，就说百强县啊，一些县级市也包括里面给拉出来，咱们看一看他们的房价是怎么样的，对比一下咱们自己老家那个县城房价，你觉得值还是不值？怎么来的呢？工信部啊，它有一个这个赛迪顾问，他弄了一个这个县域经济研究中心，他发布了一个叫做《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指数》，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条，我们就只关注啊它里面这个房价这一条。先说一个大概的，大家知道这县城里面有多少个房价过万吗？咱只说百强县啊，有34个，最高多少呢？2万多，最低4000多。可大家要记住啊，我们说的一切都是经济发展还不错的中国百强县的数据。往下看，房价最高哪几个县城呢？基本都居于哪儿啊？是这个浙江和江苏省内。可以看哈。这个浙江的永康、义乌、瑞安这三个城市，它的新房均价都超过了2万每平米，这是排在前3名的。那么排在后面的，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太仓啊，什么这些地方，就是苏州下面几个县级市也是非常强的，他们基本也在18、9的这个数量里面。为什么人家高呢？经济好呀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什么鱼米之乡啊，然后这个江浙沪啊，那肯定是经济好的地方。里面有一些原来人家发展高，比如吴江区，是因为改成这个区了，不参与这个评价了，要不然它也很高。那就是经济好吗？所以造成这样。那排在后面的怎么样呢？既然是百强县，不能说经济不好，只能说经济啊有一些畸形或者特点。比如说排在最后面的是贵州的盘州市，干嘛的？挖煤的。还有哪呢？新疆的这个昌吉市，干嘛的？也是靠资源的。还有哪？湖北的枣阳市，它这些地方都是属于那种的，虽然 GDP 很高，人均 GDP 也很高，但是房价不高。怎么样呢？资源问题。还有第二个，人跑了。胖子老家鄂尔多斯也一样，人都跑了，那房价肯定跌呀，对不对？房价是这样的，那么增速呢？这百强县里面啊，有30个是保持环比增长的，其中有5个超过了5%，最高是谁？山东的莱州。那么有没有跌呢？也有，张家港跌了25%。哎，这个事情在江苏的朋友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哈。再看第三个数据，胖子最喜欢的就是新手和二手房倒挂。老有人跟我说，说胖子，你老说我们家乡这个县城经济不行，但是你看我们的新房可贵了，而且还一直在涨。我一般的回答都是，你回去看看二手房。